接来装，来装我们家的了，应该比较，应该蛮好装的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对不对？对，直接来。不是还要问老朋友？反正就是装一装啊。我是真的觉得，有时候我在楼那个电梯，又听到那边放音乐声。对，可以，就是看自己，不勉强，就看。因为我是室友三，所以那个电梯刚好在我那边。那个声音真的很大声，还有人是那边看电影啊，嗯、音乐很大声，他吵到别人。对对对，还有人在宠物，我们家还唱歌啦，所以我也不好意思。还唱歌，真的，我们家有卡拉 OK。哦，好棒！我也正想要收购一下，就正想要买一下卡拉 OK。可是我们这一户的，就是说我老公的，这个大哥，你的歌声很好听哦。他听得到，他这边听得到，你听得懂的，你是开门就听得到。我是第三，那我是说住我们这一户的先生，他就跟我老公开玩笑，说他是听得到。对啊。你的歌声很好，那我都没办法，那个门缝代表他听到。不是，老板，我的门是斜的，他的门有大小缝。大小缝，我这边比较大缝，这边比较小缝。我这边很密，他这边有大。对，关起来就可以看到那边是不是？那边晒了，那你他这个28。28，你会不会有风斜声？有，很大声。就是因为你们歪掉。可以帮你改善，就是我把你那个像间隙比较大的地方垫那个垫高，然后让它隔音墙可以把那个空间碰到，把间隙用好。不会，因为是那看不到。看起来不会做，会觉得怎样？嗯，因为你有做好做房里面有那个风切声。哦，是因为门歪掉才会有风切声哦。你上面门呐、啊。它都是这样 L 型，歪掉的话，这边缝会比较大。我手放在那里，还有像电风一样吹的感觉。你用卫生纸测就知道，卫生纸放在那个风口。有，吹就是有。我手放在那里，那风这样一吹。钢风，它会有一钢风，就是可以吹的风跟那个。对呀、啊，它都是高楼。如果你爷门窗关，应该就是海绵会跳。对吧、啊？海绵会跳。还是交给专业的。对，因为之前我有跟他的，他就给我天上叫自己贴，大胆的是哪位啊？没办法，我讲你怎么讲，那走的时候怎么呢？要贴漂亮一点的，嗯。不过这个应该是远程要负责，就是后面大家都是这么同感的。对，这个医生也是好，他也是叫你。那、啊、你们就可以叫其他出，你那门做出力就怕了、啊，那什么这边留给他就不要打，就不要打，不要打，打下去就很像刚才那些打好了，一再锤进去一个。你自己都没有粘，我都没粘啊，我完全没粘，就原本的，就是原本的。刚刚那个不能粘上去，是因为他自己有蜡。他有打蜡，所以我原本就原本的这个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刚刚那个有一个海绵，他们做了一道，他自己有。对，这里收藏很老了，卖去。这个好，我也是这样的，对。他叫我粘在这上面，就蜡。那不会滑下来，不会，没有打蜡就知道一定是蜡的问题。它那个门是亮亮的，哎，对，不是贴靠近的哈，你有一个，它还是留着原本的啊，原本的是，哎，还是有间距，为什么没有间距？没有关系的话，那个它门关起来的时候才不会。反正主要就是不管怎样，它四个框都有缝，缝把它填满就好了。哦，了解。我们就故意把它不粘死。它只是一个防撞的，它原本的防撞都没有隔音的、啊。对，就是因为它人家粘了一层，所以它才粘在外面。所以刚好不是。这我们本来也没有。没有，对，本来没有。它本来有一个啦，这个是防撞的。老板说是防撞的，没有隔音。没有隔音，它有没有隔风？他们刚没关门嘞。是啊。哎呀，我跟人门是开着的。他讲话不是蚊子都听得到，然后蚊子都跑进来。我也最近没有管好，然后昨天才发现。哎，谢谢。看，这么多蚊子了。没有。你看，好，去。我自己做衣服的。好，赶紧去洗澡。互相整个。四边加中间。对，四边。老板团购价3700，帮你广告。那种把它给那种，快点啊！他把它放在椅子上面，那伸出来就不敢进去了。你两个女儿？没有，一个儿子，一个儿子。嗯，小的是儿子，大的是女儿。真的很臭哎！好，我第二遍变成脚科的。好的，那你在宣传吗？你要不要先去洗澡？你去洗澡，太晚了。好吧，可是等等。嗯，乖一点，乖一点。
这点这个也不用靠边就对了。对，不用靠边。嗯，他也都没靠边。对啊，他那个留了一点空间间隔，这样门才会关起来之后，在里面太这个太靠外面的话，这个间距这一片高格会在门外。哦。这个在门底下。哦。有点缝的话，间距的话，它那个三片都还有那个效果。对啊，三片的格子。这样子会不会久了这个掉？不会，它可以关注业绩。开门的时候是不会去踩到这个。其实你不要去拉它，它很薄弱，它很薄弱，一旦碰到什么东西，怎么样都不会。它其实薄弱蛮稳定的，薄弱的时候上面都会打。对，对啊。上面要到时候可以跟我们啊。上面这么热，真快要。不用，到时候真的掉了再说。掉了再来，老板。嗯。你讲紧你，你又掉了，真系咯。对啊，这很长。一到5米，5米多左右。所以那这个门要用两条，对，十米。对，嗯、所以刚刚算两条的钱，再加工钱。加工钱。对啊，真的。这东西好啊，所以我们一次用好的东西就不需要再花钱买其他的那个东西再测试。对啊，像有的人他比较省钱，他可能会买一些三面的防撞棉啊那些，但是第一个没有效果，第二个门不好关。嗯，它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而已。便宜可是值不久，它不是不是一两年就要换掉？那会掉下来的。我之前只觉得给我好像5层哎。哇，这种的5层哦，哇，那更好啊。可是一中心可以拉低啊。那真的有5层的吗，老板？我那个缝，他就用玻璃缝的。老板真的有5层的吗？就是这个是3层的吗？他说他之前有拿到5层的。没有，这间他真正的公司是3层。嗯。那还有那个后阳台的可以聊。后阳台，所以你后阳台不是这种吗？不是，是另外的。后阳台材质一样，材质是气胶都一样。它是同公司出来，但是有面吗？它有面，没有。就加赖，就加赖，加赖就好。赖而已。你还有做油印印证吗？对啊，主要是做一些电子的东西。挪挪炸名片，对吧？挪炸出门，在家做行李，名片洗。哈哈哈哈哈！搜寻一下，那我给你搜寻一下。哎，搜寻一下。我怎么在被搜寻？你昨天公司哪样子？搜寻英文啊，英文家庭里面搜寻。哦，家庭。哦，运路也是这样找到你的。哇，再拉群，再加在里面打一打就知道了。对啊，还是在家里打的，是一三万块。还有一条。他这个不是主业啊，做陶器啊，这给他。这是副业而已，兴趣。这是服务大家，我们是对，就是对人，是帮大家。这个门擦过了吗？擦过，擦过，擦过，擦过。他看起来白白的，我去。英文很重要。我扫这个 QR code 是吗？对，那是国外的，国外的原厂网站。那为什么一定要贴这个条条？贴这个就隔音啊，声音会被挡在门外，不会传出去，或者挡在家里不会传出去。他在虾皮上找的，然后再加来。不用你扫我，那其实要中文，到时候对啊，对呀，到时候就有个群组，会拉一个群组。啊，我还有他们社区的啦。对对对，你还是家。我朋友都住吗？哦，在隔壁栋。对，我在国会啦。隔壁也是200户啊。对啊，是200户，他们也是一直。也是同一个县的。对啊，同一个县。找我。啊，你把都给我。还是。对，这边的网络搜寻不好。嗯，电话搜讯也不好，因为太高了。对，强波器比较没有大。太高了，不能。我那个中华电信又来帮我重弄，我说我怎么来搬来这里，速度变很慢。对啊，速度就慢了，还是我找你？
这样就好。我没有网络。好了，完工。十分钟完工。几乎没有折，变三 G。嗯。完工了吗？完工了，好，你去洗澡。好，那我们再也不要听到那个汪汪声了。什么汪汪声？就是对面那边狗狗的汪汪声。啊，那个是他们的那个，一定会听得到啊。嗯、我才没有呢，什么都是你的。好，马上进去。嗯，这个门有处理过啊，那你们他刚好门框没有处理，他那一件可能有去磨到哦，所以要先拿比较认真，哎，你拿哪有家务的，他们要处理门，就不要处理到门框的，给我们贴的。我的情景一共搞掉好，OK， 对啊，十分钟这样就好了。就这样开而已啊，没有锁啊。哎、欸，打不开了。开了。哎、欸，怎么会？我没有动它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哦，变比较紧哎、欸。变比较紧。对，它比较紧。变比较紧哎、欸。它比较服帖啊。好像有吸住的感觉。有可能服帖又比较压缩。对，这样可以。好像就是有被吸住的感觉。之前没有这种。像火柴的。对，它只要有服帖。之前哎、欸，之前没有这样子哎、欸。之前一开就打开了，之前还被吸住哎、欸。对呀、啊。哦，所以要用力才拉，对，才打得开耶。嗯，关的时候也要用力，关的不用，关不用，是开，嗯。对啊，关六组。是开要用力，一般都关没有，嗯。之前不会这样，嗯。好，有密，对，有密了。要把空隙填住，对，它就是有密。所以它这个门做的比较好，哎、欸，你这样门，真的、哦、比较好。对啊，刚刚那个有这样子吗？嗯、有一样啊，应该是有。OK， 分享，分享装了隔音棉、隔音条。嗯，秘密，爸爸在叫你去洗澡了。好，那你说怎样？这个缝隙很大。对，它这个缝隙很大。这样就要做哈、哦。这个门，这个胶条完全碰不到门。对，碰到门。我常常有时候坐在我的那个桌子那边工作，我都会吹到风。我一直觉得那风到底从哪来的？那我不知道风从哪来的，我想说我们不是、嗯、我这个都关起来了、這個、哪里有风、这个做好之后就不会有风了，真的、哦、所以你贴就是也是一样贴这个框，这样你摸这边就有风了、啊、所以它这样子会凉凉的风切身吗？我觉得风是还好，我是不会风切身的话，你反正做好之后不会有风切身、嗯、它会整个更密合、嗯、对，它就是有风切身，有啊，你在贵的东西啊，贵贵贵跟顶头的赶快弄人的哦，哎，我都没在放温刀，我未来赶快先看一下你家人，如果这么大的话，所以我觉得可以跟他每一家自己看一下，如果有需要就做，嗯，对，嗯，好，那就等你做。你不是吵了，你是觉得有风？风，对，我是觉得有风吹进来，脚会冷，我觉得奇怪，我不是说关门了。阳台不能做那个。拿来对啊，拿来的，对，我就希望可以赶快弄起来，这样就 OK 了。对，这样应该会更不吵。对的，你这个冰箱是早期的哈。这是 LG 对，我知道早期才有做这样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没有这样的图案了、啊。对，你说花纹对不对？对，这我从旧家搬来的，嗯。所以它就是贴这个。所以你说后阳台的材质不一样是哪一种？它那个形状不一样，形状不一样是也是细，像这样中空的，哦中空的，所以贴上去之后它会凸起来的时候就碰到那个。就碰到框，所以它不是一条一条一条的，它是蓬起来中空的。哦，哦，了解。嗯，了解。后阳台是贴这种，后门呐、啊，后门是贴这种。后阳台都贴那一片式的。所以它这样子来讲的话，它就没有，它的效果是什么？古风就是古风有隔音，它也隔音，对隔音。对、嗯，了解。嗯。为什么不可以贴像大门那种？因为大门那个太厚了，贴这个不适合，对，门会关不起来。它肯定比较厚。对，它那个比较厚。因为它这里空的，它压扁了。对啊，这个可以压扁。东西是不同。对啊，我打开来的。你说价位是一样的？没有，这比较。这是1600。1600，然后那个是1700，反正如果那个是3400，两包3400，那一条，对啊，这个、一包，对啊，那你这个应该再算便宜一点呐、啊，那个1700，这个要1000的才差100，那个有三条那么厚，这个那么薄，对、啊，材质嗯不一样，对啊不一样，嗯，材质是一样的，只是做的不一样，嗯，哦。哦，你们那个也会掉下来哈？哎、欸，那为什么掉下来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之前也是，后来我叫那个刘主任来给我锁上去。
哎、欸，我没有发现呢、欸。维修口啊，维修口。对啊，我之前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发现它掉下来、欸。冷气之后它就很容易掉下来。我没有发现，你有没有去后阳台啊？因为我家我常之前是常掉。我没有去。我叫那个刘主任来帮我。然后呢，他箱里，那他怎样可以不掉下来？他不是就卡上去了？他有扣，它有一个卡榫要扣住。哦，那应该就是。我自己不会扣啊，我说我怎么会扣？那、你们弄要不要给我扣好了？哦、我请他来帮我扣。懂，嗯。不然你就叫他来扣。不用，我叫我老公扣就好了。可是我们真的不叫他扣在。真的哦。我叫我先扣，他也扣不好了。真的哦。掉下来了。后来我就找他。哎、都没有掉下来过，为什么会掉下来？看你掉下来之后，我再看清楚。对啊。那请问你这个是直接扣住这个？啊、对。哎、有这种东西哦。有啊，那你看我后面那挂杯子的也是。对啊，有啦。这样就可以挂杯子啊，就不用钉。网络上有啦。有，这个都有啊，免钉式杯架，对啊，或是那个，你网络上买的，对，对啊，这个有啊，网络上我都有看到啊，这样就很方便哈，就可以挂杯子啊，那个门不会关不起来，不会，可以，嗯，我是怕门关不闭，我说我就没有买，你放不要太靠近那个转角就好了，前面一点就好了，对，那我是定。可以，像我这个也是。哦，对，这个其实你可以自己买那个问号 S 挂钩，问号钩就可以自己钻，就可以锁了。这里会有捷运经过。对呀，对呀。装完之后应该会改善。好。他绑的死。我们应该可以转到前面的。好的吗？可以吗？完成，这是回收。垃圾是那个里面。哦，可以，我们带走回收。哦，好。对啊，你可以试看看，然后看一下那个缝，开关试一下，对吧？我看一下。哦，它的缝都有填满。哎，对，好像那个缝就比较没有。你打开来看看就知道，打开来它就。关门本来会松松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碰到，关门它就会碰到。碰到什么？碰到胶条，隔音条，胶条有没有？啊，碰到，就把它密合了。哦，四个框都要密合住。嗯，然后你再听一下音量，看有没有差。我们听是有差的。哎，有哎，有差，我的心率很高啊。嗯，对啊，有差有差。蹭一下分贝值。你刚刚没有蹭，你现在蹭已经来不及了。不会，你装之前呢？我才有从那去，再打开。大概少个五分贝而已。对不对？对，大门大概是十分贝，后门大概是五分贝，对，那这大概是五分贝。好 ，OK， 嗯，好。